欢迎来到我前面，我西瓜店。哇，西北赛在马来西亚就是要去玩水，刚好就好这里的底沙路全部设施已经开了，我今天就来体验一下。然后今天只会用 GoPro 拍啊，收音会没有降好，宝会上字幕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影响。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去到那个门口先，要走一段路啦，所以你们来这边一定要擦防晒油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locker， 它大个的 locker 是40块啦，通常都是用大个啦，我们一起用，大概是这样大哦，大个40块。OK， 现在放好东西啊，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玩。可是你看到我们附近完全没有人哦，哎，今天是礼拜天哎，然后现在全部设施已经开放了的啦，然后哇。蛮值得的，现在应该是不用什么排队了。可是我要看 map 啊，去看 map， let's go 看 map。哇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完全没有人排队耶 ！Ice cream， 完全没有人排队。Oh my god！哎，这个真的不可以拿住，危险，好危险 ！Oh my god！
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。我们刚刚是一点多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是5点多，还没有到6点，我们出去哦。其实这里设施全部开放了啊，但真的它里面其实蛮小的，因为我们一直拿3位来做恐比对啦，然后里面真的是又很大，蛮少东西玩的，所以我们1点多来到这边，其实到1个小时我们就玩完它所有东西了，是还 OK 啦，还有几样蛮刺激的，就是它的 ice cream， 还有它的过山车，当中拍的一些影片，真的你们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尝试，是非常危险的动作，他们是不给拍摄的 ，OK， 所以你们来的时候不要尝试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差点回不来，请问我可以回来吗？他玩那个 ice cream 的时候，整个人掉进外面，我还会回来了，我还会回来了，我还是回来了。真的，那个非常危险，那个真的是要抓紧一点。But 他的那个门票是139啊，是有那个 IC 本地人就129，然后外国人是161。然后如果你有 Watson 那个 Member Card 或者啊 MPUC 是扣35%，然后 Watson 卡忘记有扣多少，我们扣到了一个人是112啦，然后 Locker 大的是40块，我们5个人就够用了，你自己衡量一下哦。我觉得是我是不会来第二次了啊，因为这里面太小，然后它的费用也不是特别的便宜，来尝试过一次 OK 啦，所以今天的 vlog 大概就到这边， peace out。